辛苦了，快坐。我们正在讨论方筝离开后呢，所里未来的布局。所里才刚发生简中迈的事，人心难免不安。在这时候切割方筝，外界会认为他真的有涉案，没有起诉，没有判决，他就没有杀人。现在我们该做的是证明他的清白。你能保证他是清白的？如果方真有罪，我会跟他一起离开亲情。但如果没有，等他出来了，按照他的工作能力，对于我们亲情来说，利用价值应该更高。好，咱们就赌上一把。方真的事就交给你处理。